我是公共列车到的2014年4月15号，西站19:37。48次经华东啊、台东的太鲁阁啊。48次经华东啊、台东的太鲁阁之间啊，在西站通过。然后这班是40464，就北京啊花莲的区间快车，用5区区间快车，两个字就能够解。